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肖春老师，欢迎你收看我们今天八月三号的财源广进哈。台北股市呢，在这个礼拜哈，原本在前半周礼拜一到礼拜三，指数呢都是沿着整个五日均线发展，而且是创近期波段新高。但是呢，到了礼拜四，我们发现，川普又来乱了哈。那川普的一些话、一些呃言论呢，又让指数呢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震荡。那到底台北股市呢，这个礼拜指数原本冲高，又出现一个。 礼拜四大跌的情况，那到底台股结束了没有？好，那我们今天针对哈这些整个下个礼拜台股未来的发展跟整个个股的一个操作，哈，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呢，跟大家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哈。我们仔细看哈，指数呢原本是冲高的，昨天大跌一百六十八点之后呢，今天的台股呢，诶，它有出现反弹。那我记得我昨天在这个节目里面我跟大家说过哈，呃，台股现在面临到一些比较不确定的因素。 那每次呢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觉得了台股的多空也不用去猜，因为有些答案你也没有答案，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线论线。什么叫就线论线？台北股市呢昨天打下来之后，它现在月季线都还是上扬的。那打下来之后呢，现在是守稳在整个季线，所以代表着说，哎，这个多头的一个走势呢，到现在为止稍微受阻，可是呢，它并没有破坏这个多方的格局。 可是重点是台股能不能上得去？那未来的走势会怎么去走？我们直接来看，因为美洲贸易战到底情况是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从美股来看，照理说应该不会有那么严重的状况发生啊。因为昨天的美国股市啊，道琼流出长的下影线，高科技股站上的月线是大涨，有没有？它是创历史新高哦，创历史新高。当时跌下来，我说季线守稳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 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到，如果美洲贸易战有问题，它怎么昨天大涨？这一半呢也是出现大涨。好，所以呢，从美股来看，虽然它涨多了，可是呢，它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属于那种多方的一个架构。但是呢，美洲贸易战影响到的到的是亚洲股市。好，我们就从亚股来看，原本中国股市是已经在上月线那结果呢，哎，受贸易战影响又破月线。 可是当它破月线之后，我们会发现呢，它就是维持在一个扩底的阶段阶段，好，并没有让我们看到好像要去测前低，好没有，目前在走扩底。南安指数也是一样，原本站上月线了，看起来要攻了啊，结果呢又受川普影响，现在呢又在走一个区间，所以台北股市哦，它目前的位置是出在于说，美股现在还在涨，而且是来到一个拉高的一个状况。 但是亚洲股市呢，它却是来到一个低档的一个状况，一个拉高，一个一個一个在低档。所以呢，台股卡在中间。那现在最好的走势，它就是走区间，好，它就是先走区间。但是我认为这个区间盘呢，它还是有机会去走上攻。原因在哪里？你注意看哈、哦，因为台北股市指数涨不涨，这要看台湾五十。今天台湾五十的走势呢，它是创历史新高。 昨天拉回，我说测十日线嘛，那多头没有破，没有破坏。结果呢，今天台湾五十涨上来，回回补昨天 K 线这根黑线的一半。那当你台湾五十涨上来的话，这又代表什么？你今天的期货比较强，今天期货涨一百多点，有没有现货涨？目前涨五六十点而已。所以呢，整个指数呢，目前来看，台子期八月份的走势都占上昨天 K 线一半，所以可见的呢，指数它是有成好，指数有成 但是呢，台北股市下个礼拜到底有没有机会走攻击我建议各位了哈，稍微看一下新台币的汇率，因为这几天呢、啊，人民币的汇率比较贬值比较多，那你新台币汇率呢也是受到影响。但是贬多之后呢，会不会开始慢慢的它在一个区间盘的走势里面，然后呢慢慢的会有升值。当新台币汇率升值的话，我觉得台北股市啊那个供给的状况它就会更明显。好，那这是对于整个盘市的看法。但是呢，台股既然多头没结束。 甚至于多头的指数都还有在机会，在下个礼拜还有机会攻击，可是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个股，好，出在个股。我们也发现到哈、啊，我记得当时在七月十八号，那时候呢，我们跟大家分析的时候，我说指数会涨，个股会跌。我说这个盘有点复杂，有没有？当时我就跟你针对整个七月下旬的盘势跟大家去做解说，所以你会发现到，到现在为止，这种指数啊比较稳定，但是呢。 有些个股呢是超级偏弱的情况，它没有变，所以你会发现呢、啊，到今天为止，整个被动元件的股票，你看华新科，今天股价在创波段低点，有没有？二三二七的国巨也是一样，今天盘中也是在创波段低点。好，那这一类型的个股，我必须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它的危机没有解除，好，没有危机没有解除，因为目前这些股票都是融资在高档，股价跌下来之后呢，已经开始面临到一些。 呃，融资维持率的问题，昨天被动元件跌比较凶，是因为市场上丙种的维持率，它会比比那个呃，在整个呃盘面交易的那个维持率还要再高，所以呢，昨天是属于丙种的卖压先出来。到现在为止呢，这些个股融资高档的情况之下，还是有面临到融资追缴的疑虑在。好，所以呢，我跟大家说过哈、哦，当一些个股在这个地方跌下来的时候，刚跌下来的刀子不要接。 除了我们之前七月十六号跟你讲的被动元件的卖压才刚要启动，有没有？是不是在那里面都跟大家说了？除此之外呢，我七月二十号那时候我跟大家讲，小心反弹结束的股票会补跌，加金、合金、环球金、文茂有没有？到现在为止也是一样啊，文茂也是跌翻天，对吧？好，七月二十号在这里，不是跌下来再跟你说，高档的时候都提防你。 要要预防，要小心。好，那我今天在赖里面呢，我也跟大家说过哈，下个礼拜这个赖里面哈，下个礼拜你要特别留意哈，光学类股的股票千万要注意。我认为后面它的补跌的压力也存在着，所以这会形成说，哎、欸，指数没有跌，甚至指数还有机会往上攻，但是上攻的过程里面是以全指股来带，但是呢，一堆个股还是跌翻天。好，那这些股票呢，都是形成区间做头，甚至于呢，呃，融资比较高。 所以呢，筹码面不稳，所以呢，有些个股还是要注意。好，那重点是，那到底这个盘什么样的个股在这个位置的股票不要碰，但是什么样的个股在这个位置的股票反而你可以去捡？哎、欸，到底是不是黄金？到底是不是钻石？好，所以呢，刀子不要接，有些在地上的钻石或者在地上的黄金，哎、欸，可以稍微捡看看。 那什么样的个股有机会？好，我们直接来看哈、哦。其实最近在看我们的节目，我们都有跟大家讲过哈，或者是在赖里面，我们都跟大家分析说，如果台北股市的多方它结束了，那我觉得很多个股也不用做了。好，那这地方呢，就必须要等整个大盘止稳之后再去做进场。但是如果说我们当我们看到台湾五十，它创历史新高，然后呢，今天台湾五十它涨幅比现货的指数还要来得多。 那也带动了期货的走势呢，它在继续往上涨。那昨天台北股是大跌一百六十几点，可是外资在期货的仓位呢只有减一千多口，还是在五千口以上、五万口以上。可见呢，这个多方还有机会攻击啊。那既然要攻击的话，在这个低档的股票里面，如果要借力使力，最好的方式就是很多人空在低点。这样的比喻呢，就类似什么？很多人融资买在高点，现在准备杀融资。 但是呢，如果说很多人的空单是空在低档的话，反而后面是有机会去走高空。所以我觉得这几天我们都在跟大家介绍说，哎，有一些啊在低档的股票融券增加，比方说绿能，从六月二十五号到八月一号，融券增加速度比较快。那这些融券的均均价在十二块二，但是你会发现到啊，三五一九的绿能呢，它近期的股价呢都跌不下去，好，都跌不下去，所以反而就是维持在一个。 之前在那边低档跟你说嘛，涨上来之后呢，这边再做一个整理，量缩整理。但是量缩整理的目的在干嘛？在累积什么空单的能量，所以呢空单不减嘛，所以下个下个礼拜如果说当它再补量一次的话，它就准备要过季线。那这样的个股呢，后面轮动型的股票，比方说新日光，两万多张的空单均价在十块一，到现在为止站上月线之后，这几天就接近在十块左右嘛，那也代表着说。 这一类型的个股，它整个高空的气势还是存在当中。好，所以呢，我觉得到这个时间点哈、哦呃，我们的讲法不是看什么去跟你讲什么，而是帮你去掌握在一个低档，而且有机会上攻的股票，让你把成本去做压低。那如果说你今天认同我们这样的操作方式，很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行列。好，那这个地方呢，也欢迎各位这个地方哦，加入我们的 Line A 的一个家族。那至于台北股市的轮动架构，到时候我们在 Line 里面。 再跟各位做一个更明确的解说，祝大家操作顺利，礼拜一见，拜拜。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